食用菊花大棚里突然出现蚜虫问题，我这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。出现蚜虫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？温度计有吗？湿度计呢？它已经减产了的。面对专家的质疑，蚜虫问题能否顺利解决？敬请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，为您带来菊香四溢情满园。菊花清新高雅，寓意优美，色泽动人，是古往今来人们尤为喜欢的一种花卉。嫩黄的花蕊像玉盘中的珍珠，随着花瓣向外延伸，引来了无数游客的观赏。我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菊花了，除了有观赏菊花，还有食用菊花。古人把它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句诗词，展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。但是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庄村，也有一位天天和菊花打交道的许燕大姐，她的生活可远远没有这么惬意。这是因为她种植的三亩食用菊花出现了严重的种植问题，如果再不解决的话，今年的收成可就泡汤了。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呢，她给我们栏目组打来了电话，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她解决问题，保住今年的收成。我们赶紧一起去看看吧。09，那应该是这个了。您好，请问您认识许燕大姐吗？哎，你是那个帮小妹吧？对对对，我就是。那您就是许大姐呀、啊哎？对。求助农户许燕，求助问题：食用菊花出现虫害问题，影响产量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又厉害了，比前两天还厉害。这就您家棚对吧？这就是我们家棚。就这个哈。对。这么多菊花啊？对，这都是食用菊。哦，这个外观看起来好像跟观赏菊花区别不是特别大哈。它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是品种多一点观赏。我觉得这花看着都挺好的，不像您说那么严重。是，我让您看看，我特着急。你看这个，哎呦，就比较厉害。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蚜虫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们俗说的腻虫。哦。它从根部开始，然后上的叶子，最后上到花瓣上。哟，这花朵上全都是、啊。到最后，它就给拿死了。蚜虫又称腻虫，是植食性昆虫。蚜虫大小不一，体长在1.5毫米至4.9毫米。蚜虫阻碍植物生长，传播病毒，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。目前，许燕家的食用菊花约有40%已经受到了蚜虫的危害。如果再得不到及时解决，今年的产量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哦，我看这个它好像跟旁边的这些花都不太一样，这个花瓣特别小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腻虫给拿的，就是它布满了之后，它这个花瓣就缩了。对。哦，那您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？因为2天没来，再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你看串串们这点都是，这些都是。挺厉害的了，已经。我的土方法就是掐了扔了，我感觉应该好点，结果2天以后呢，变得这么厉害了。那如果还不治的话，这个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？我这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，家里老人孩子还有一病人都指着我呢，所以我特别着急。我希望您能给我介绍个老师帮我治一下。带着许燕的求助需求，帮小妹来到了房山区农广校，希望农广校的老师帮忙推荐一位有食用菊花种植经验的乡土专家，帮许燕解决蚜虫问题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田间示范秀栏目组的帮小妹。哦，你好，欢迎你。哎，你好，请坐。哎，谢谢。是这样的，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个种植食用菊花的农户，他呢在种植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向我们求助了。我们呢想请您这边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专家，您看方不方便啊？让我想一想啊。哎，正好咱们这儿有一个合作社的社长，专门是种植食用菊花的，技术非常好，人也很热情。哎，他叫王雷，我估计他能帮上您的忙。行行，那您看能不能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们一个？可以。哎，好。
离开了农广校，帮小妹第一时间跟王雷取得了联系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王雷老师吗？哎，王老师您好，打扰了，我是田间示范秀栏目组的帮小妹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种植食用菊花的农户啊，向我们求助，他家的这个菊花呢出现了一些蚜虫的问题，特别着急。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行，那我们现在往那儿走着，那一会儿见，王老师。好嘞，再见。哇，这有这么多牌子，您看这儿写着食用菊花优良品种繁育基地，看来呢这次我们真的来对地方了，这下许愿大姐的菊花有希望了。您就是王雷老师吧？哎，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王老师，你好，我是帮小妹。乡土专家王雷，北京市房山区人，种植食用菊花10年，种植规模300亩。现在这个农户呢，他们家里的食用菊花啊，出现了很严重的蚜虫问题，我们上午都去看过了。他们一家老小呢，都指着这几亩食用菊花了。如果说这个蚜虫问题得不到治理的话，可能今年就没收成了，所以他特别的着急。是整棚的还是单片还是单株的，我必须得到现场去看看，因为这个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我必须实地考察一下，去看一眼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。哎，行，好的好的，走。哎，王老师，您看这就是他们家的大棚，这花的种类是不是还挺多？哦，对，这个花它种植这搭配的还挺合理的，有早花、中花、晚花，这么能延长花期。哦，延长花期。对。哦，这就是那个许二大姐，许大姐，我把专家给您请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王雷老师，他种了有10年的这个食用菊花了，特别有经验，赶紧让他给您看看吧。哦，行。我这蜜虫现在我已经都控制不住了，您看一下。哦。那我这儿，这你看，您看这都是。他这个蚜虫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？现在按他这种情况，那个还比较严重。嗯，在他那个整片的那个感染的这个最严重的那片，然后一看，那整只全都是蚜虫了，已经相当严重了。他就是发现晚了。种了多少亩啊？您？我种了这样的棚有3棚吧，那2棚还好，这棚发现蜜虫特别多，我已经都控制不住了。前2天的时候吧，它不厉害，我掐了。我要是再不治的话，我这棚的收入就没有了，然后就当什么都打水漂了。这是几月份定植的？这是7月份。7月份定植的。北京7、8、9是最热的时候。你刚才说枯枝这块的，就是严重的，你掐完之后扔哪儿了都？就扔到那个通道那儿。这个以后不应该这么办了。装到塑料袋里，剪下之后不要乱抖动，乱抖动会又飞回来了，飞到别的枝上边了。你蔓延这么严重，跟那有关系也是。这蚜虫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空气特别的干燥了，土壤缺水了。那我怎么浇一下合适？你温度计有吗？没有。湿度计呢？没有。那你凭什么你浇这几方水啊？我就看那个土一干了我就浇。土你可以看到沾湿，空气呢？空气。湿度计是量那个空气的，空气湿度达到70%、60%、70%，就适合食用菊花生长。这食用菊花的种植啊，主要是在防控这块儿，你像这个温度、湿度还有勤通风，关键是这个防虫网。前期病虫害全在这个防虫网这儿呢，尤其是虫害这块儿的，没有防虫网的话，会大量的进来这个虫子，然后像你这个，就因为这个没有这防虫网，才有这么大面积的虫害造成的。再一就是什么呀？我看你这个黄板是有，但是很少，蓝板是一张都没有。它不同的虫子有趋光性，它有喜欢蓝光的这害虫这块儿的，它有喜欢这个。黄颜色的，所以说必须要挂蓝板，必须要有的。小贴士：黄板和蓝板的作用。一，黄蓝板是通过物理方法起到防治害虫的作用。二，
蓝板和黄板的颜色非常的艳丽，通过它的光谱敏感度就可以把害虫吸引过去进行捕杀。王老师过来之后呢，立马就给许愿的大棚呢指出了好多问题，比如说第一没有防虫网，再一个没有湿度计、温度计，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给他罗列出来了，而且呢也挺严厉的。我看当时许二大姐的脸上也特别尴尬。看那个杆上，这杆上这么多的虫子，它本身就吸食这个杆的，它已经减产了都，它营养供不上，它花朵就小了。对，花就小。哎，对，花朵就小了，已经影响产量了。您看。我们家这花现在已经开成这样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按现在这个蚜虫的情况，必须要喷洒这个生物制剂了。如果不用这个生物制剂，会控制不住的。几天，你这整棚的花就全部都要毁了。我用了生物制剂以后，我这个花卖给谁去啊？哦，这个我看你这个盆花里边有早期、中期还有晚期的，早期花现在开的已经这么多了。我建议你是先把这个开的花全部都采收了，然后赶紧卖掉，然后呢已经看着花瓣这个花蕾这个也全部要都清掉，剩下这个没见着花瓣的花蕾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预防。王磊老师，您看我要按您的方法来，我的损失就会更大的。你看现在这花都已经现花型了，如果我要是采了扔了，然后多可惜呀、啊！王磊老师给我想的这个办法吧，其实琢磨起来真是挺纠结的也，因为你看他让我把这所有的这个花儿、骨朵什么的都得掐了扔了。像这种花已经现花型了，待不了几天我就能有收成了，能卖了。说实在的，你我真的觉得挺可惜的。但是这已经是给你最好的办法了，已经把你损失降到最低了。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这个你看这个虫害几天整个棚就叫全损失了。嗯，行，我回家我再好好想想吧，商量商量。我当时看着许愿确实是也舍不得扔，心里挺难受的呀，这个确实是损失挺大的。这个你这点花要开的花连长这个花蕾这个全部都扔掉，那将近损失了10000多块钱，但是也是没办法。这个尤其这个蚜虫，鲜花跟蔬菜是有区别的，鲜花在花瓣上如果发现蚜虫基本就没有市场了，就没人要了。就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两个棚前期预防工作肯定也是不太好，我库房里还有一些蓝板，还有一些这个防虫网，明天我拿过来帮助你完善一下。好，那谢谢您啊。王小妹看出了许燕的犹豫，决定一会儿跟许燕一起回家了解一下她的真实想法。来，咱们到家了，这就是我家。房子盖得真气派。嗯，这个还是我爱人没生病的时候盖的呢。哦哟，大哥身体不太好。嗯，他身体不太好，晒太阳呢。哎，你好。这个是那个帮咱们找专家的，那大旁边有菊花有病了吗？帮咱们找专家的那个帮小妹。哎，这好嘞，好嘞。啊，上屋吗？啊，不晒了。对对对，天天晒会儿太阳。是，没有。新盖起的房子，坐在轮椅上的丈夫，这几年许燕身上发生的变故，不禁引起了帮小妹的关注。我弄那个三个棚啊，之前也是借就是什么同学啊朋友之间，借他们的钱，然后保的三个棚。他这不是有病吗？离不开人儿。哦，我还得时不常回来。关于家庭的变故，许燕刚一开口，就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从2013年年底，然后他那什么上夜班的时候。突然倒了，然后叫救护车拉医院去了，到那儿人医生一看就是脑出血，然后就这半拉右半拉身就不行了，半拉身不遂了吧，就属于，然后在那儿住了1个月的院，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是我照顾他，我也把工作辞了，慢慢的，那你也不能坐吃山空不，你慢慢的积蓄也都花的差不多了，主要孩子还上学不，
所以现在主要是生活负担有点重了，都压在你自个儿的身上了，毕竟岁数还小，人家说你不能老这样啊。后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就说你包大棚吧，要不然。2018年听说种食用菊花收益高，而且省工省力，不耽误照顾丈夫，所以许燕承包了3个大棚，开始种植食用菊花，希望能够多挣些钱补贴家用。由于缺乏种植经验，大棚又疏于管理，所以出现了蚜虫问题。王磊老师虽然给出了解决蚜虫问题的方案，但是把那些即将成熟的菊花摘了扔掉会有一定的损失，这让许燕犹豫不决，弄得我还挺纠结。那花骨朵都这么大了，其实再崩几天就开了，能卖了都。那听专家的呢，人就说摘了扔了，怪可惜的。主要是你不扔，你不听专家的，人家说那蚜虫蔓延的特快，一两天串的满棚都是。主要咱也没经验，主要损失太大了，扔了。乡土专家的意见，许燕能否接受？花骨朵都这么大了，怪可惜的。说科技大棚里发生了什么，让乡土专家受到质疑？我感觉您这花怎么还不如我种那个好呢似的。敬请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，为您带来菊香四溢情满园。王老师，这个防虫网的材质好像和咱们用的那个纱窗差不多哈、啊。是这个材质，但是跟咱们家用的纱窗还是不一样的。嗯。咱们这个是为了防那个粉虱，然后它的密度小。小。对。但是也不能太小了哈。对，太小了影响通风了。对。王老师，您慢点。哎，大姐，我们过来了。哎，王老师，您过来了。哎，喜儿。这么早就开始摘花了？嗨，昨天我听您这么一说呀、啊，我回家我琢磨了一宿，然后商量商量，我觉得您给我那方案还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吧算。然后我就赶紧过来大早晨的，我说把这花全摘了，摘了，然后我卖能卖出去我就卖出去了。这就对了，我看吧，我不帮你一块摘吧。好嘞，那感谢您了，我能进度快点儿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想通了。原本我是带着这个防虫网跟黄栏板来的，准备帮他装，把这个装上。这么一看，他积极性这么高，我们就抓紧时间帮他先把花摘了。摘完之后尽快的，然后把这个生物制剂打上，然后把黄栏板还有这个防虫网帮他装上。王老师，你看这样的，真是心疼揪了。这个用不了几天就能长成花了都。那你也必须要揪了。把它一下就制住，比你这个整棚全军覆没应该强吧。这茬花收完之后，所有的这个枯枝全部要清出棚去，清理完了之后闷棚消毒，等于是土壤里边的虫卵全部杀死了。这样的要摘吗？你就看见花瓣的你就不用问了，看见花瓣就摘吧。这个花都摘完了，现在就剩了这个花骨朵了，就剩咱们那个下一步就是喷那个生物制剂了。这边喷完了基本就能保证你这个棚了，是没问题了，放心吧。这许燕喷洒的生物制剂是苏云金杆菌，喷洒时要从根部开始，由下而上，依次喷洒茎和叶，控制好药量，不要在一个区域反复喷洒，避免出现药害。
经过王磊老师的认真检查，在另外两个大棚里发现蚜虫问题并不严重，决定让许燕把有蚜虫的枯杆剪掉，放到密封袋中，及时带出棚外销毁。由于许燕家大棚在前期预防虫害方面有很大的管理漏洞，如果不尽快解决，还会存在虫害的隐患。它这个黄板挂的这个就不对，它应该离这个上边植物应该在20公分左右。它为什么是20公分？有什么讲究？从苗期开始挂，随着植物生长，然后往上提，一直离20公分。这个虫子在飞的过程中，然后就直接粘上了。你看，嗯，粘了。对，粘了很多。也就是说，这20公分是它的一个虫子飞的这么一个距离。对，离花正好有20公分。对，离花，而且不影响这植物生长。咱们没有标准的尺子，可以用咱们的手机。你看，手机一般它是15公分，基本在拿手机一量就行了。那它这个黄板的面积大小有什么说法吗？一亩地应该在30张左右吧，因为这个害虫有趋光性。粉虱就是喜欢黄色的黄颜色的，所以你看这么多的粉虱，如果你要挂上那个篮板的话，会发现好多的花蓟螨在上面。我发现你这儿这个没有篮板，我教你们一下，按规范咱们把这个篮板跟那黄板一起挂上来，一起上那桌子上拿那黄板篮板来。小妹，把你那个再拧一下，上边的那个，对，拧住，如果一刮风的话就掉了。我看你粘了好几个了，这两个都不合格，这个不能掉一个，图省事。这个你掉它起什么作用啊？我有点着急了。这不行，这个得改一下。掉平，为什么有两个眼儿？就是因为你不是，你先把它这个穿上。先把这个眼穿上。对，就这么做，然后最好是弄平，找平，找平，然后行，手机，然后看一下，差不多，这一般的行，可以的，然后这个必须要撕掉，不撕掉起不了作用，对。对，把它撕掉。不能粘了，不能再粘了。还有这个，像你，这必须要绕的时候绕结实，一圈绕结实。如果风大的会把它碰掉的。然后调整。行，对，就照这么做。那个也一样。好嘞。那个一样要改了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全部改成一样。王老师，您过来帮我看看我这个合格不合格？行，这个做的还是挺标准的。我看一眼啊。就是这个高度啊，高度也合适。然后就是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什么呀？这个必须要多拧几圈。这个，尤其有风天的时候，它摆动很大的，会掉的。这已经很好了。你比他挂的还好呢，比许燕挂的还好呢。对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包小妹、许燕，你们这个黄板、篮板都挂好了吗？弄完了吗？完事儿了。好嘞。行，咱们这个黄板、篮板挂的都挺标准的，这样就能有效的把它这个粉虱跟这个蓟螨控制住了。王老师，那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呀？下一步咱们把那个防虫网，我不拿过来了吗？帮他把这防虫网挂上，这个食用菊花这个种植必须要安装这个防虫网的。对，这个上下风口弄完了一个小时左右吧。还行，挺快的。对，哟，把它打开，我给你送啊。哎，好嘞。你的意思就是这么拽就行是吧？对，就这样的。捆住，让它绷住劲。
防虫网是挺关键的，它没有，这好多农民都是这个都有这个意识，认为这个没有用，这个没有这个通风效果更好，他就不知道这个全都是有虫子了打药，他没想到去前期去预防一下，所以说徐二就典型的有这个想法。防虫网是采用耐老化、耐腐蚀、无毒的高密度聚乙烯为原料，拉丝精织而成，形似纱窗，常用颜色为白色，规格有20目、24目、50目等。覆盖防虫网后，由于网眼小，大多数的害虫都无法钻过网眼，因此形成了一道屏障，从而阻止了害虫的进入。小贴士：虫害的前期预防。一、及时清除棚室周围杂草及残物。二、高温温棚，土壤消毒。三、安装黄栏板和防虫网。四、控制好棚内的温度和湿度。王老师，咱们三个人热火朝天的干了一上午了，您看现在还有什么需要做的？基本上全做完了，那防虫网也装了。这个黄板蓝板也给它装上，对，按规定给它调好了。就是你那个温度计，你买了吗？这个呢，买了。我拿电上您看一下。来，王老师，您看看这合格吗？哦，这挺好，挺好。这不是有这个湿度、温度，对，温度23度。这温度也合适吧？温度也行，温度也合适。就是这挺关键的。你的土壤你可以看，也是湿，有水没水，用手可以钻钻土。但是你空气的湿度，你凭不凭它呢？凭不凭它调整你的风口的开关呢？这个挺关键。但是建议你多放几个，你这么长的温室，最少得要放4个，然后平均放在你棚里。这个温度计放这儿得要看的，不是放这儿摆着的，然后看温度计调整那个湿度温度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王老师，能不能带我和许二大姐一起到您的大棚去参观参观？可以去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吧。哎，好嘞。哇，这棚可够大的，都是玻璃的，你看外面。对，玻璃门室。哎。哎呀。哎，里边请。好嘞。哎呀，这里面真暖和。啊，这是玻璃门室，这个保温效果比较好。这就是我们那个客地大棚，这个客地含量比较高，温度、湿度都能控制的，自动控制的，是通过手机可以物联网遥控的监测的。啊，我看您这设备还真是够先进的。对呀、啊。但是我说，我问您一下，王老师，您别抻着啊。我感觉您这花怎么还不如我种那个好呢似的。啊，是，肯定。我有感觉。我也感觉是不如你这花好了。是现在。你那花是什么时候种的？我是7月份定制的。什么时候开的花？11月初。11月初就有花骨朵了。刚开花的。对，刚开。刚开花是吧？我这个已经是第3茬花了。你那花。第3茬了。对，你那一茬。一茬现在开完之后，到12月份吧，12月底的话，也就60多花，我这里已经收了100多朵了，这是第3茬花，现在已经就是剪了2次了，又从地底下长出来的。你看那个土壤这块呢，看了吗？它不是土，这是基质。哎，王老师，我有个问题还想问您呢，就这个土壤的跟栽培的跟那个基质栽培的它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土壤栽培啊，本身就土产病害挺多的。然后又费工，土壤栽培你还要旋地呀、施肥呀，而且这肥发酵不好的话，好多虫卵都带进去呢。这基质栽培呢就没有这种现象。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咱们这就是基质。这个基质栽培用草炭呀、珍珠岩，这白色的就是珍珠岩吧？珍珠岩，对、哦，用这个栽培，通透性也好，适合于花卉生长。基质栽培是水肥一体化的。它比这个普通人工栽培，比你们土壤栽培这个省人工到80%，省水到60%到70%左右。直接用那个自动施肥机，然后是精准施肥的，
你正常的采摘期从第一朵花到最后一朵应该60到70朵花，采摘完了40天，我们现在可以达到100多天，延长了花期了，就一茬40天等于3茬就120天了，延长花期增加产量了，就增加效益了。然后我种一茬，然后您扔出3茬，人我要是卖的话卖1个月，您这能卖3个月，对，就是，然后收入提高了，就是啊，嗯，这真是挺好的。通过有效控制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，利用机制栽培技术做到精准施肥，就可以有效延长花期，既可以节省人工成本，又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经济效益。听完韦老师的介绍，让许燕惊叹不已。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哇，真漂亮啊！太壮观了，这么多。这就是咱们应季的这个北方地区自然生长的这个食用菊花。这儿的花可漂亮了吧？嗯，对。哎，王老师，我看这个从外观上看，观赏的和食用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。它跟普通菊花的区别就是经过专家检测，也是从那个观赏菊花的选育出来的，口感好的，然后送的权威部门去检测，它没有毒，然后我们才开始种植的。它跟那个蘑菇是一样的，那么多品种的蘑菇，有的是有毒的，不能，对，不能随便食用的。没经过检测的菊花，千万不能乱吃的。这个也就是说，这个食用菊花是从观赏菊花的品种当中摘出来的。对对，这个是最甜的，是咱们跟那个北京农职学院，叫李志强主任，他们的科室，他们的研究室，然后下边有一个专门做菊花的老师，叫刘旭富老师，跟了我们5年时间。然后开发出来的可食用的品种，这是我们惠田的1号。那现在这个食用菊花一共有多少个品种呢？食用菊花咱们园子里边就有12个可以吃的。你像这一片，有200多个品种，就是每年在里边选育口感好的，然后产量高的，花期比较长的，这个关键是产量。我们种植菊花主要要的是产量，它这个耐寒度。我们在每年都在选育不同的品种，然后送到老师那儿去检测，如果合格的话，然后我们用2年到3年的时间去繁育种苗，去推广种植。这个很慢的，一个品种新品种出来需要2到3年的时间。你尝一个这个，哎呦，这个红的也特别甜，哎呦，口感特别清爽，吃起来而且还特甜。你看这个大黄的这个品种，我们管它叫阿房宫。它这个口感在菊花里是最苦的了，而且这个去火的功效是最好的。哪种花适合煮水喝呀？对，咱们正走到这儿了。呀，这黄的真好看哈，焦黄焦黄的。这是，就是茶菊，它不适合这个茶菊。哦，就是泡茶，专门泡茶，专门泡茶，专门泡茶。鲜菊花泡茶比那种市场的那种干菊花口感要好得多。这就是我们那个高价栽培的，高价栽培第一就是省地，而且跟外边这是不一样，外边是栽培槽在地下的，这个是适合于天冷的时候，冬季的时候，它地下能够保温一下，然后那个占地比较多，就是一层，这是你看，等于双层的，等于产量加了1倍，你看这花，也这一颗花。也60到70朵，这是第几茬了？这就是一茬，这是自然花期的。王老师，它这个怎么浇水啊？下面这一趟？哦，你看这个管没有？这个管就是那个自动的比例施肥机，然后直接从那边供过来的。它是水肥一体化的，它是末端，半个小时啊或40分钟啊，它会自动的。为什么省人工啊？说省人工的80%到90%，你像大水漫灌呀，人拿着水管去来回转呀。浇这个几亩地要1天时间，甚至是浇不完还浇不好，有的高有的矬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机制栽培槽这块的把这个解决了。而且你看那个双层多高都能浇上去啊，这儿也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这个管是多余的水，然后就基本就顺它排出去了，排对，就排走了。就这个水肥一体化，就是这里面又有水又有肥料啊。对对对，都从这个它有一个机器，你调好时间之后有一个泵自动的把水供过来之后，它有2个大桶，然后里边放着那个需要的肥，自动随着你在机器上设定的比例，然后就直接
就供给他了，不会有这个肥像人工似的抓一把扔多了，扔多了把这个苗烧死了，甚至是这把没抓着，这苗就一直挺瘦弱的，影响产量。它会产量特别均衡，你看，你看这花朵，对，花朵基本是一样大的。看你们这么感兴趣，这只是一个滴灌管儿，我带你们去终端看一下。那个最先进的设备是在终端那儿，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趋势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好，走，学习学习，去看看。这边吧。对，这边。这个就是那个自动施肥机，你看这个了吧？这个区域都四个，你可以按不同的时间去浇水。有时候四个温室可能种的品种不一样，然后你就根据这个需要的肥不同，可以设定你的这个 A、B、C 这几个桶的肥，可以定时的，就是精准的施肥了，能达到。哎呀，长见识了吧？触摸屏的操作起来还挺方便的哈，太先进了，咱们这个还在靠浇水施肥呢，人家那是一个机器就办了。然后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，一个人能管两个大棚，管四个乃至的，我觉得我真是太神奇了。许燕大姐啊，在科技大棚里还真是长了不少见识，了解了很多科技种植的先进理念。您看许燕大姐现在这认真劲儿，一会儿看看食用菊花的新品种，一会儿参观高价种植的先进技术，这一下可真把他忙坏了。热情的王磊老师又给许燕讲解了温室大棚的遮光技术，通过改变光照时间，可以有效地控制菊花的生长速度。王磊老师还演示了物联网大棚的通风系统，一个小小的手机就能有效地控制大棚的通风时间，这让许燕眼界大开。这个种地必须要相信科学。我最早不是做食用菊花的。那您是做什么工作？我以前是做建材的，然后2010年回村子里边包了那么几十个大棚，然后开始种植蔬菜，没种菊花，种蔬菜，然后种鲜切花。2010年，王磊回家承包了60个大棚，开始种植蔬菜和鲜切花，那一年一共挣了60多万。这是王磊老师通过种植淘到的第一桶金，于是王磊在2012年扩大了种植规模，承包了100多个大棚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结果一场大雨冲毁了王磊所有的梦想。2012年的7月21号，这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，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水呀！我们这儿整个园区，我90个棚的鲜切花全部都淹了，即将上市的花啊，一个棚将近4万左右的收入，这个300多万就全泡了汤了，这真是泡了汤了。膝盖深的水半个多月，这几十个棚的水才下去，水下之后这个抢种嘛，赶紧的撒上种子之后，谁想到撒上种子刚出苗有那么2-3公分，全部从根儿那儿红烂根儿，全部都死掉。连着种了2批，都死。第三批也不敢种了。第三批，你再种的话赔的更多了。刚刚长出的小苗就出现了烂根问题，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出现。王磊询问了其他农户，也都找不出原因。这一下让王磊又陷入了新的困境。协调咱们市农大的专家过来，现场过来，专家得佩服人家，确实就是专家，农业专家呀。进的棚里第一句话说：“你这是盐碱。”我心想这不可能啊，我这几十年了在这村长大的，我就没听说过平原地区北京地区有盐碱地。但是人专家特肯定的，然后告诉我：“你去问你们村里边年纪最长的人，这地是什么状况。”然后我就问了，上村里年岁最大了，将近80多了都。这个就问完老人之后，还确实是老人说呢，
说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上你那片地那儿去玩去，那儿就捡坑。又打电话问专家，我说这什么原因呀？这个北京721百年不遇的大水，北京的地下水已经充足了，然后尤其你这个园区15天才流走，说把这个地下的盐碱浮上来了。哦，知道原因了。找到了问题成因，王雷按专家的方法对土地进行改良。就在这次灾害中，王雷老师还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。无意中发现，这个咱们种这个鲜切花这个菊花，它生长这个特别好。它在这个盐碱的环境里基本就没受影响。最后我们选定一下成本最低的，然后价格卖的比较高的，效益比较好的这个食用菊花，我们把它留下了，跟咱们北京农职学院的园艺系，这么着，他本身就园艺系，他就懂这花，然后特意协调了一个专门做菊花的老师。经过这个2年，我们扩大规模。目前王雷的食用菊花种植规模达到了300亩，年产值450万元。成了远近闻名的食用菊花种植专家，来他的种植基地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，王雷也成了科学种植的带头人。结束了科技大棚的参观，王雷老师又带许燕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看看吧，太好看了，这花在棚里是一个样，对对对，摆在桌上又另外一个样，这才叫秀色可餐，太好看了。杨芳老师，这都是可以吃的是吧？对，人家买完之后，然后做成那个菊花宴了，对对，就是现摘现吃的。你就把这个直接涮到火锅里？有好多种。菊花宴可谓原料繁多，形美味佳。花瓣入馅儿，制作菊花水饺，美味可口。热油煎炸菊花，可做香脆的菊花酥。菊花与梨丝凉拌，加入蜂蜜，清爽可口，去火清肺。食用菊花不仅满足了食客们的味蕾，同时还丰富了人们的餐桌。这一斤菊花，人家这儿可以招待5到6个人。一斤菊花，你知道这个可以是50到60多，这是100块钱一位。一斤菊花配着几种叶菜，可以招待5到6个人，500-600块钱。菊花宴是为了拓展许燕的经营思路，除了种植菊花、采摘菊花。还可以把闲置的小院利用起来办菊花宴，完成了自产自销，这样收入就会翻好几倍。